天父的孩子，今天你都好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一定要记得天父爱你哦，他会一直爱你，不离不弃，永不放手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是香香牧师，现在我们就来默想神的话，一起领受天父的爱吧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当你接待耶稣住在你的心里，你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耶稣就赐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成为天父的孩子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罪的刑罚，代替了你完成律法一切公正的要求，也代替你遵守了耶和华一切的命令，你在基督里，你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。当你接受耶稣给你的公义的礼物，在神面前你就被称义了。当你穿戴基督，你就有公义成为你的盾牌，你就住在上帝的恩宠里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变为可能。神会永远帮助你，不离不弃，永不放手。当你住在耶稣基督里，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，使你可以靠着基督凡事都能。你在基督里拥有天上所有的福分，因着神赐给你的恩宠，万事要互相效力，叫你最终得着益处。你已经住在神的恩宠里，有基督称你为义，谁能控告你呢？因着恩宠，神必帮助你，为你伸冤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在基督里，你拥有丰盛的产业，你与基督同作后嗣，你必会承受神的万有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你已经被称为义，并且被神完全接纳了。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你已经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，深深被爱了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耶稣给你的公义中带着恩宠，耶稣必会以恩宠为盾牌，四面环绕你，保护你。当人来与你接触的时候，他们首先接触到恩宠的盾牌。无论你往何处去，或做任何事，神的恩宠都围绕着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你有神的恩宠护庇你。每一天，你都住在全能者的保护中，远离意外灾害，远离危险和死亡，远离一切的疾病和病痛，
远离邪恶和黑暗的势力。每一天，你有恩典慈爱跟随，有尊贵荣耀为冠冕，有平安喜乐围绕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在基督里，你会一生蒙神所爱，在神和人面前蒙恩宠有聪明，你会灵魂兴盛，财务自由，身体健壮，你会耳聪目明，行动自如，长寿健康，蒙福喜乐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神的恩宠要在你身上完全彰显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你会领受血约的保护和特权，神的恩宠会大大的浇灌你，丰丰富富的充满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要成为恩宠世代的一份子，你要开始经历神的恩宠，你躺卧行走都蒙福，你工作生活都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你有恩宠为外袍，全天里人们前来祝福你，帮助你，你会赢得所有与你接触的人的恩宠，人们渴望与你同伙，你会赢得所有人的善意，机会的门总是为你大大敞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神要为你赎回时间、金钱、关系，使你重新得力，返老还童。借着神奇妙的恩宠，神会以恩典为你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丰富的脂油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你会以神的话为乐，神就赐你能力，吸引丰富的祝福、财富进到你的家。借着神恩宠的高抹，神赐你能力，继承土地、金钱、人脉与产业，你会领受特殊的礼遇和特权，使你不受外界景气影响，在荒年中有百倍收成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你是蒙神恩宠的儿女，是神眼中的同人，是爱子耶稣的心腹。神未曾留下任何好处不给你，即便你犯错了、失误了，神必用更多的恩宠在你的生命中化恶为善，化敌为友，把错误改为正确，把咒诅变为祝福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住在神的恩宠里，所有攻击你的武器都会失效，没有作用，所有的控告、毁谤你的话语都要落空，无人纪念。
在敌人面前，你有特别的尊贵，加增的资产，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的扩张，你会得着超自然的加添与拔擢。所有你被魔鬼偷去的，都有七倍偿还。你的儿女、家人、产业、财物、土地，必要追回。恶人辛苦所积存的，必成为你的掠物。上帝必要补还你失去的一切年岁，使你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，荣上加荣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因为恩宠，你电脑所打的，手机所按的，网路收发的，云端下载上传的，都被神恩高，都蒙恩宠了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领受神的应许和话语，使你可以越过困难，高过你的仇敌。恩宠要使你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按时后结果子，生命永不枯干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神要成为你得胜的旌旗，你的避难所，你的高台。你会在不可能中经历极大的得胜，超自然的翻转和神迹式的突破。你会得着美名、兴盛与尊贵，连不认识神的人都来向你恳求。政策、规章、规定和法律都要为使你得益处而修改，如同约瑟和但以理。无论你身在何处，或在任何情况下，都得兴旺，因为主永远与你同在。当你诚实正直，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，你就得着更多神的恩宠。奉耶稣的名，我祝福你，神的恩宠要在你的身上，行在你的前面，使你的道路亨通。神的荣耀会彰显在你身上，你得恩宠的日子已经来到。今天以及每一天都是神恩宠你的日子，神的恩宠每天都加增在你的身上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你已经住在神的恩宠里，你必不缺少神的恩宠，必有良善、约的恩宠追随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